朕要更衣，还不解开？陛下，我觉得只有我们绑在一起，我才能相信你不会对贵妃娘娘做些什么。 朕不要，陛下，你不会是想骗我吧？醒醒。 朕要更衣，啊！还要更衣？嗯？还不解开？还不给朕解开？啊！快点解开！ 下午到御书房来。知道了。这离内关怎么跟个小姑娘似的？这缸什么时候才能关吧？我来的那天就是靠雨下了雨，小雨神再下一次雨吧。 大胆奴才！饮水渠工程图，这是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想用我家乡那边的方式求雨，试试看能不能行。算了，这里内关。 也算是心系国民，朕就暂且不追究了。来吧，今天学什么呀？陛下，和亲王求见。和亲王，是那个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的和亲王。 鲁欢，在回绝便是。是。和亲王，陛下今日身体不适，您还是先回吧。陛下究竟为何不肯见我？哎，和亲王，此乃御书房，您就别为难老奴了。 恭送和亲王，有空常来。哼！哎，卢总管，和亲王前来觐见陛下，陛下怎么不见他呢？李内官，你立场要鲜明，不该问的别瞎问。李内官。 过来，这里内官以为，朕为何要接见和亲王？和亲王在战场上打打杀杀，为了齐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陛下理应接见他。何况和亲王还长得帅。出去。啊？不是还要学习吗？出去。 可是和亲王就是很帅啊！站好，扣他俸禄，是何理由呢？陛下，污蔑当今圣上，是吗？站好。